一点。看到你要一下的。对啊，胸口变大了，就不大。十二八。自然游玩会更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眼睛张那么大，应该很好玩吧？你不要一副说为什么给我套这个、哦，你不要躲避。第一次算不错了，没有全程跟你睡觉。有人会全程睡觉？有。他怎么？有的一下水就滴滴。你嘛，基本上可以开始生，你的反应迟钝而已。啊，这是在你怀疑。他有怀疑吗？你没看那些动态动机的？对啊。那天在怀疑吧。嗯。嗯，会有呢。天生的本能就会有啊。也都可以录的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好了，等一下多给你喝一点奶奶。啊、哦，好，还在赞美就哭了，还哭什么？嗯？嗯？不是讲你莫甲抓起哦，我还袂算好哦。你五分钟时间已经到了。他怎么没有在里面便便？嗯？哇，你那嘴巴。我是哦，你是喝奶的嘴巴吧？嗯，好气耶！我好饿哦，好了。有没有奖励品啊？爸爸有没有奖励品给人家？哎，我拄仔要游泳，我甲饲啊，算真好啊！哦，啊，真的。